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小魔王，带你了解最新华语流行音乐动向。那么最近有哪些好听的中文歌呢？一起来听一下吧。第一首《你要的全拿走》，由创作才子胡彦斌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，发行于今年的年初，经过半年的发酵，现在彻底的火了起来。胡彦斌把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与看法倾注在了歌词里，副歌抓耳的旋律和骤然加快的节奏绝对会让人瞬间沦陷。第二首《隔壁泰山》，就是这么一首魔性又洗脑的歌，让超多的网友都中毒不浅，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带来了欢乐。隔壁的泰山，爱情的港湾，听我说，你是美丽的倩女，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，不怕我的姑娘。第三首《突然想起你》，原唱是萧亚轩，发行于1999年的经典老歌。最近的这首歌非常的红火，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的翻唱版本。本期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林宥嘉的翻唱现场版，他的迷幻唱腔相当有辨识度，听起来也很有味道。今天的最后一首《最好》来自情歌王子薛之谦的最新单曲。薛之谦的歌呢，都是各大音乐榜单的常客了，更有动辄就十几万的网友在评论区写出自己的听后感。看完之后啊，这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都有故事啊。小伙伴们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，别忘了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也许没资格，也只能怀念了，我懂，没有比较适合这种值得，他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，最好不要记得，最好不要记得，最好不要记得。